饼干。那个 chicken 是最有名的。你看。我懂意大利。什么？有什么？你回去吗？也没有人。来录影录影。OK， 小强要走了，讲讲两句话吧。拜拜，泽强，一路顺风。要讲多一点粗话哦。我们会记住你的精神。有啊。结婚的时候，请记得叫高志远。呀，泽强，你真的是很好的榜样啊。好的，就这样。哎，跟我们讲一下话吧。我会想念大家以及翠玲姐的出场。真好笑啊！哎呀 ，OK。